他们这样一整区都不一样了，你看树高哦，这边还有道路维修的。先来看一下公车司机在哪里等，应该是这个对不对？巴士站没错，就是他啦，工作服哟，帅了帅了。哎、欸，老司机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啊，来来来，开起来了。他们说彩蛋啊，发动叠加哦。哦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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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我等一下顺便去加个油，我们先载个一趟看看哦，载个一趟看看。啊，鸟尾啊，这警察站要吓死谁啊？吓死谁啊？没有，我今天是想要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个新的地方啊。他们没有跟我特别讲在哪里，但是我们就去看看。听是说南部的样子，是不是？第一站，我们先来这边，先来这边。来一 ，OK， 哇，这个是反的耶，反方向的耶。我想要先加个油，因为我的油已经快要没有了。哦，这个时薪好高哦，2000块耶。啊，怎么这个都不顺方向，都是反的啦？好了啊，又要去另外一个地方，跟我先去加个油好了哦。车库有街头艺人表演，欢迎前往观赏打赏。还有这种东西哦。那我们一定要回转。啊，他在跟我，啊、谢谢哦，我以为他在跟我讲话嘞。因为他们那个是全屏聊天哦，所以都会觉得是那个好像在讲你一样，但其他。买 HC 新竹物流哎、欸，新竹物流，我的钱是小数点，并不是多。下面的哦，啊，还有这条路哦，哎、欸，我玩 GTA 玩这么久，不知道有这条路哎、欸，这点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哦，在那边我看到了，在那边我看到了。他居然是在原本的那个车库那边哦，原本的车库那边。好，我们先过来把这点弄完，我们把车子还回去吧。我们还是再开别的好了，不能用了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了好了。哇，卡车修了2000多，啊、我们出了1000多这样。我们换回便服吧，换回便服吧。我要搭第四。哇 ，crash！ 哦，是 viper 的啊、哦，那坐一下坐一下 viper 的。你看他当那个救护员当到这么合理啊，Dark Knight， 还有什么 Big， 一个两个吉他一个鼓，帅哥，帅哥，我要来找寻新的彩蛋点了，走吧，我们去领车，我们去领车，哎，这边是取车辆的，耶耶，他要用 Discos， 哦哟，新竹物流啊，那唔通哦。哎、欸，我忘记那个在哪里了、欸，快到快到！到底这边会多什么彩蛋？我也是蛮好奇的。哦，因为以前我们玩其他的，大概应该能够看的，应该都看完了。这里会多什么呢？哎、欸，鸟尾啊，不过点我几条啊？有变大吗？我怎么没什么？你看看你们这个，哎呀，我们地标啊，新型地标，伦敦眼。伦敦眼，变大还会旋转呢，还有 LED。不然以前的不会转啊、哦。啊，我不记得了，可以上去搭吗？可以上去搭吗？好像不行哎，会吗？会转吗？各位，你们有印象吗？我怎么没什么印象？沙漠的比较大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好好，来来，沙漠的来。骑这台好处呢，就是可以这样子迅速的狂飙，重机高速公路也给它上起来，这样不要死掉就好，不要死掉就好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开警车也没办法这样子乱钻啊。哟呼！比如车载来喽，一面来了，一面来了。哦，这台太大了吧？这台是怎样？这台货车好大哦！我似乎看到了彩蛋哦。哎，这个是彩蛋吗？我们先这边来加个油，修理车子一下好了。哎呦，警察车来，警察车来了！干什么？我又没办法。啊，这也不能修了，我想要可以修嘞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个是我的东西，我先喝一下水啊。应该就前面这个吧。哦，对啦，哦，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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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之前没有这个啦。哦，它多了这个房子的部分。哦，好多高楼大厦哟、哦，好酷哦。稍微在这边逛一下好了。哦，身体秀差好多哦，还没加油。对，前面有油量，我们去看一下，看一下这边的感觉。哦，有点暗哦，没办法，现在加个油好不好？加好油，我们来商店买个东西，等一下再逛一下这个新的地方啊、哦。哥，我们先奉公守法一下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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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什么鬼？加好有之后坏掉了。冲三！哇，想什么代志啊？唔通哦，警察啦，安尼哦。What the fuck？ 警察，安尼唔通哦。警察，安尼先抓去关起来。赔钱啊！赔钱啊！起来啊！来救我们啊！来救我们 ！Help me！ 哎，被复活了，被复活了，耶、yeah ！啊，我的车怎么办？这边可以领车吗？我看看，顺便买个东西，顺便买个东西，顺便。哦，去打嘎。他们这边有，也都是卖白开水啊，面包我买一点好了。哦，他那个绷修车包3000块，我们买一个好了。然后绷带买个2个看看。好，大概这样子，这个可以存哎、欸。我们把钱存进去。等会有修车工吗？哦，等等会有修车工，好的。感谢感谢，这个要付钱吗？应该不用吧，这是国赔。不用不用。OK。那个申请国赔就好了。申请国可以跟警政署拿钱没关系。好，哎、欸、啊，修车我后边在那我去。安是变哪？修一半。拍摄我们这个技工忘记给轮胎，哎、啊，你快把它修一修啊！我先别过头去。你想站在他后面给他？再修不好我就扣你钱。哎呦，哎呦，不错不错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阿丁娜那个哪个来了？这下看面了，这下看面了。换警察自己来修。哎、欸，修好了，修好了，修好了。好、oh, ，OK OK OK。修好了，修好了， okay. 修好了，修好了，修好了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我一出手变质有没有？哇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这边有高楼大厦、欸。哦，有一层很高的呢，啊，有一层很高的呢，来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太酷了，啊，我又没犯法要抓我，刚刚是警察犯法哎，哦，摩天大楼，摩天大楼，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这栋好高哦，哦，安全帽，安全帽，对哦，先躲起来，刚惊慌失措，忘记戴安全帽了。摆件了，摆件了，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。哦呦，这边算是一个透天的这种透天很高楼的别墅哦。前面应该是国宅啊，后面是高楼大厦这样。这样可以爬呢，跟我们来爬爬看好了。哦，很高哦，很高，走。等一下会不会破土，然后直接陷入在里面？来爬爬看，看看这里的风景好不好？这个有点像是观景台，骑上去不行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其实这层楼只有一楼半，只有一楼半，不能上去了，不能上去了。要联合抓我，那我要跑走了，我要让他们找不到我。哦，这里也是呢，哦，它这应该就是一层叠一层啊，一层叠一层。不过也是蛮有创意的，盖成这样真的蛮帅的哦。还有叫露天咖啡厅呢，来来来，快买来快买，露天的咖啡厅，哟，可以当吃 BBQ 的呢。哇，你看高不高？哇、哦，这也太高了！真的是摩天大楼，真的是摩天大楼。等一下我们来那个跟警察尬一场，好吧？在他面前挑衅，然后我们快速飙回。等他们来，我们就使出这种计谋来跟他互尬一下。再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？有啦，真的很棒，这样不错啊，蛮厉害的。等一下我们过去给他比中指啊！我他的警察。这里还有 hotel 哎、欸，我们先找到他们在哪里，然后比过去，看山，从高速公路、哦、那么久啊，他们真的盖了好多东西哦，你看这一整片也都不一样哎、欸，这个铁这是铁轨耶，哦不是铁轨哦，整个都种树哎、欸，哇，整个都不一样，整个都不一样，我们再看一下这边，来了没？要来了没？他们开什么车？我们先尾随他们一下。他们在那边，他们在那边。这都是刚刚的人啊，都是刚刚的 R4 警察。帅哥，带我一程。不行不行，我等一下有事情，我等一下有事情。你让奥迪的载我回家可以吗？你家在哪里？带我回家，我家在这里。我不能标点一个加油站那边。啊，我想要等一下警察先生呢。
可以啊，那我陪你一起等啊。你要陪我一起等啊、哦？啊，如果等等发生不测怎么办？啊、我破获他们。好，你讲的哦，行咯。哦，雨下这么滂沱是怎么样？那边应该是有什么特别的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嚯、哦！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有没有各位？哦，他们这样一整区都不一样了。你看树高哦，这边还有道路维修的，这边还有道路维修的一整排哎，还有碎石掉下来哎，狂！这雨打到应该会往后退吧？啊，一人穿安全帽看起来比较不会怎么样哦，比较不会那么痛苦。怎么那么常下雨啊？好了，各位，我们来到他的家了。哇，他家住这里也太高级了吧？这豪华地带呢，会给狼人刀呢？警察、啊、找不到这里的。是哦，这种天气还要爬山。Still 警察运就在这里。那我把车子停好。你可以把车停在这里啊，我们跑上去。哦，好好好。Robras 爬山，GTA 又要爬山，有没有搞丑啊？其实这样爬山也有益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，好，我们先上去看看啦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再来给他比啦。住这么高啊，结果没有路可以上来，也是蛮麻烦的，是呗？哎呀，早就知道这里没有路，就不买这栋房子了。但是他可以开直升机上来。哦，这个是我的庸医，我只要有受伤的地方，他都可以帮我医治。哦，所以你算是强大的帮派喽。啊，后面这个警察。这个我认识，刚刚撞加油站的那一个。对，这个是我养的。你养的？哦，好高级哦！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这边了。里面都是在下雨。哇哦，无敌海景呢！哇哦，看这个风景不错吧？超好。超好，无敌海景，那你养我好了，欧当哎，养你啊，我足俗哎，一个月一百万就好啊，哦，好你爽歪歪。我不是董事长，我是董事长的女儿。啊，你声音怎么那么粗？你这做不完转哦。我喉咙沙哑。喉咙沙哑啊、哦？你不去商店买几罐啊？京都念慈庵呐、啊哦，啊，你不去买枇杷膏？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好东西。来，跟着你来瞧瞧，会下雨的房间。对，这个是露天房间。露天的，躺着能看星星、看海景，哦，有比 W。然后这个是防水的电视，防水的哦，防水的笔电，还有防水的沙发。这厕所也防水哦。哎，对，这个都是防水的。防水家具馆，这个真的很像你住在那种高。这上面还有，楼上还有，人呢？哦，楼上还有，好来。这边还有啊，够大了吧？哇，这里还可以打个 PS4， 防水的电脑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草帽哦，哦，好高级哦。这个、是啊，远古的化石。对，这是化石。厕所防水超怪，好不好？你进去连水都包覆不了你。哎呦，啊、这个你看我是不是长得跟我这个脸书的照片一样？我看看，我是不是长得跟上面那个照片一样？胸部有一样啊！哇，还有露台哦，哇哦，这栋真的漂亮嘞，真的漂亮嘞！喜欢吗？要不要？我比较喜欢你。好、啊，可惜你没有头发。哎呀，我等一下马上去买一瓶落剑来擦。好不好？哪天来我就像狮子的鬃毛一样了，哇！可以哈、哦，下次你看到我就是有头发了，不然我去找那个什么诊所来植发，好不好？糟糕了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糟糕了，警察来了！我们下去吧，我叫我的管家来保护你。我老婆这上面打击被保护几个头，我想要逃跑，我要逃跑，我要逃跑了。啊，那唔通哦。我看到名字了。他们现在在下方。我想要绕跑。跑山了。我赶快开着我的车，然后等他们来，我们就直接过去。现在事太紧张了，我的车子被那个警察给弄坏锁死了，怎么办？我该来抢一台车了。
跑啦，中指闭起来，中指闭起来，闭耳，中指闭起来，照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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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会跑山，我们会绕着路走。来来来，环岛了，环岛了，环岛了。下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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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察在叫我下马。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。这个我们要再跑那个，我知道这边有一个小密道。走哦。这个专业的人才知道这边有个小密道的，应该不会被包围吧？你看有没有甩掉他们？没有甩掉他们，快快快！进这个，进这个，千万不要卡，千万不要卡，拜托拜托！哎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甩掉他们，快点快点！好了，快要摆脱，快要摆脱了，我有预感，我们有机会摆脱他们，快走！惨了惨了，要被撞了，要被撞了！哦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继续开，继续开！糟糕，被冲撞，被冲撞，被冲撞了！我不管了，跳啊！可恶，为什么会死掉？我本来想说跳下来，然后像成龙一样会踩到一台车子，然后我们又可以继续开着那车再去走这样子。靠了啊！我被上靠了，被上靠了啦，没办法动了啦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们改一天哦，就真的是来演一场那种帮派跟警察的对视，然后警匪大追逐那一种，哇，一定刺激到爆。没有啦，我们真的没有先套好说要演什么，对，我们只是先刚好这样子遇到，我就想到说，那我们就来做这些感觉都是临时起意的。因为我要出门了，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这样子是不对的，所以你们真的玩 5NRP 是不可以这样子的，我都是临时起意的，就像拍游米也是临时起意的。玩一场非常有趣啊，大家互追真的，然后又钻小巷干嘛械斗那种感觉，就是一种很特别很刺激的感觉。如果喜欢这些影片也记得帮我按个赞个订阅，所以三下影堂最终我看看我们下次 TRPS 再见。